但我结丹期的道号叫慕白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可是千年难遇的变异灵根，只要你跟着为师好好修炼啊，打败那个慕白真人不是问题。你说的那个慕白真人，他是谁啊？ 他是我们修真界的少年奇才，你说大家和和气气的一块儿筑基，一块儿玩耍多好，结果听说这家伙5岁就能结丹，8岁筑基，18就能元神出窍，搞得我们这些老老实实修炼的弟子，每天都被师傅叨叨。徒儿奴钝，承蒙师傅不弃。哦，你同意了？嗯。 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赵坦坦的开山大弟子。你要给我争口气啊！毕生以打败你大师伯慕白真人为己任，记住了没？师傅，终于回来了！师傅，我跟你说，我中了千年槐树精，我还收了锦旗呢。你看，徒儿。 你回来了，师傅想你想的好苦啊！师傅好苦啊！小白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老天爷呀，这回咱们清源派终于有救了！哎呀，哎，你好，师傅，我这才走了一天，你就老眼昏花成这样了，你最爱的徒弟我在这儿。小白啊，这100年你上哪儿去了呀？小白。 干嘛呀？他是我新收的徒弟，叫崔晨，不是什么小白。我的确叫崔晨，但我结丹期的道号叫慕白。好大一徒儿，怎么就变成了慕白？他都失踪100多年了，怎么就被我给碰上了？心险，骗子！ 是我青竹峰，哎，最优秀的徒儿啊！那是。哎，师傅，哎，你看我抓了千年槐树精。师傅，这个崔晨他骗我，你赶紧把这个欺骗同门的人赶出师门。师傅，哎，不要怪师妹，可能是我不配吧。师妹从来没有问过我的道号，可不吗？哎，你忘了问你大师兄的名讳了？我。 一副一母的亲徒弟，我怎么知道他会变成丧尽天良的慕白啊？什么慕白？人家是你大师兄，你赶紧叫师兄啊！哼，死都不可能。师傅，我懂事，我不生气，我们刚认识，以后慢慢来。以后更不可能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会一起回来呀？师傅，那是因为我抓了千年槐树精，你就骗我。这次回来就别走了，以后在门中好好练武。